蓝猫龙骑团升级黑龙骑。神使，请保佑我们！神使一定要保佑我们呀！啊，神使！现在是神使传达上天旨意的时候，狮子座，你给我安静点儿。没事啊，老板，再放点儿，再放一点儿。绳子不够长了，你自己想办法支撑住，颠着。不愧是神使，居然可以随风而动。快念台词。台词？台词是什么东西呀？没用的东西，你给我在下面好好表演。好的，请保佑我们。神使，我虔诚的圣徒和族人们，龙骑团夺走了世树，他们以为有了龙骑就能够为所欲为，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们，但我让神给你们带来龙骑团的克星黑龙骑。感谢上天对我们的恩赐。公主，你的霹雳球能量能让黑龙骑神力重现，我们要让龙骑团知道，他们别想在这里为所欲为，不管多么艰辛，我们要拯救我们的族人，不管多么困难，我们要升级黑龙骑，拯救我们的族人。飞龙在天，其的黑暗能量和霹雳球圣洁的能量相互排斥，不过排斥越大，融合后的力量就越大。霹雳球，稳住黑龙骑！有效果了。变成红蓝两条龙骑了。奇怪，为什么霹雳球的能量和黑龙骑会有这么大的排斥？公主，霹雳球的能量不够纯净，所以黑龙骑才会对它产生排斥，分裂成两只属性完全相反的龙骑。那怎么办呢？只有将你的生命能量用手输入他们的身体里，才能稳定他们，使他们重新融合在一起，得到无可匹敌的力量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一定用手将我的生命能量传输到龙骑的身体里，就请您放心吧。看来红色龙骑现在不能碰，先到蓝色龙骑那边看看。
什么办法才能接近两条龙旗，用手传递我的能量呢？哎呀，用什么办法才能让公主接近两条龙旗呢？老板，我回来了。是他的最佳人选来了。老板，我可是受了工伤啊，可没有偷懒呢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想请你。请我？对，请你去两条龙旗身边看看。老板这么温柔地对我说话，我好激动啊。是，老板，我立刻去。老板居然对我用请这个字，太感动了。不对呀，老板对我用请这个字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呀，难道会有阴谋吗？会是什么阴谋呢？土狼，你在磨蹭什么？怎么办呢？还不快过去。我干脆冲过去，以我的速度很快就能冲过两条龙旗，我就过关了。神石，不要。你说什么？他没有攻击。我明白了一点蓝色龙旗攻击的特性。蓝什么特性啊？神石！我的妈呀！看来红色龙旗会对快速移动的物体发动攻击，并且速度越快，攻击越强。我只有慢慢接近红色龙旗，也许会有办法。红色龙旗是速度越慢攻击越弱，那蓝色龙旗就应该是速度越快攻击越弱。我只要能达到神使的速度，就能传递我的生命能量。速度还不够快。将生命能量输入两条龙旗了，终于要完成融合了。这是神使说，能量球是神物，还要把这个神物融入黑龙旗，才能发挥黑龙旗的最大威力。神物？交给我了。是我太大意，这次一定能把神物融入黑龙旗。
家人选跑一趟啊。哦，土狼醒了没有？你不走我才不会醒呢。看来这次真的伤得不轻，那我得好好治治你。我醒了，老板，我醒了。那你就快去，让公主把能量球融进黑龙旗。老板，我看就算了吧，黑龙旗没有神物，升级后的黑龙旗也已经是最强大的武器了。我的字典里没有最强，只有更强。我去。老板的脸怎么像小孩子一样说变就变，看来又要吃苦头了。狮子座，你走开，让我再去试试。公主，神物，一定要把神物。神石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一定要。神石，前面太危险了，还是我去吧。为了我的族人，我一定会让黑龙旗发挥它最大的威力。公主，谢谢。为了我的族人。在天！狮子座，我们成功了。升级成功了，他拥有了风的力量。黑龙旗成功升级到风级后，库克驾着黑龙旗携土狼卷土重来。蓝猫他们能保住植株吗？请看下集。